来，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，众将官，大家，午安，大家好。实讲吼，有足侪代志爱甲含咱各位吼讨论的啦，其实足侪。第一点，我把各位报告的就是，我即马今日上课的即个身份啊，是台湾民政的国安参谋联席会议的执行长。为即马开始呢，到即个年底啊，咱有足侪代志爱做。啊，咱各位所谓同心同志呢，嘛有真侪代志爱做，爱来斗相共。因为逐个人，恁今日报道的时阵有签一个字有啊？有签字，签你举手。哎，拢有签嘛？啊，签名对毋对？啊，签名内容讲啥？你知无？内底讲，我要甲你卖掉啦。你这足咸的呢哦，啊签啥物件你毋知啊？哈，报道叫你签你就签安尼哦。啊，那较简单哦，我比知影我内底甲写讲，我从今呢起欠台湾民政府一千万，哎好唔好？好，我甲你讲啦，其实内底写甲你讲吼，本人啦，就是签约人吼，主观甲志愿要做台湾民政府。诶，政府的行政官员啦，而且对台湾民政府要效忠啦，安尼尔，但是你拢毋知影呢，所以我甲各位吼，即小可代志，啊，要甲各位警告，你后摆做政府官员，你学袂签字，你也试看卖啊，你毋通叫是讲你二签诶无代志呢？为即个代志，咱诶虽然咱家己诶。诶，所在你签字就是要负责任，所以呢，后摆你咧签字诶时阵哦，拜托诶，一定要小看咧。啊，无真正诶人甲你写吼，本人欠某咪人哦，1000万你就甲签咧，你啊试看卖啊，你时间吼官司吼走袂离。过来，你来做政府诶官员，问题是即马逐个人心内底啊拢捧咧呾咧，想讲啊，我要做啥？所以你一定要和你的州长联络。咱今日下晡是要甲郡守联络，以后的郡守哈，每一个月考一摆，你都可以试试看，啊，每一个月一次。啊，你好不容易来受训啊，你就要读法律啊。咱即马伫外口赢人诶，所谓的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咱一直甲批评诶，主要是啥？伊无都起来，原因伫倒，伊都无法律，他没有法理啊。刚才还要讲哦，用感情诶，台湾要独立，卖你讲独立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全世界所有国家台湾要独立，大家人民嘛要独立。问题是讲，要安怎独立？迄条路到底几多，要讲个清楚。马关条已经讲清清楚啊，是天皇对即个大清的皇帝啊，大清的皇帝将台湾片哦挂予日本天皇。日本天皇有所有权，但是日本政府有管辖权。国民党和平条第二条，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，就是啥？管辖权放弃，就是日本政府未当个管咱。所以其实，迄当阵就已经甲你摆台湾这条，甲你摆好好啊。这条路要创啥？主地啊，家己去管家己。但这个主地还佫经过天皇同意。啊，这日本天皇要同意啥？Commonwealth 邦联或者是联邦，他台湾地位他没讲，那讲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要做有一点困难，没讲真困难呐。安怎讲呢？你再看这个国际的局势，我前日再去嘛，甲各位讲过，即嘛全世界拢伫讲国际法、战争法，大家拢不爱战争，大家拢惊战争，但是。战争都没有办法避免，啊，战争一定啊啦，会死人啊！但咱台湾遮尼啊水，人遮尼啊少，唔能够死啊，要想办法。所以我咧鼓励咱的同志同心啊，爱去研究战争法。咱现主席研究的这个战争法，是结合所有的条约。啊，有的人到今日为止，还佫戆戆呢。例如讲。就即咱和平条约，到今日已经
1952年4月28号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时间太久了，已经没有效了。你想这句话，你敢用你的头脑想讲这句话合理不合理？绝对不合理啊！啊，你若讲，你若讲要合理吼，恁家50年前刚买一栋厝，50年后人跟你讲哦，年代太久了，已经失效了，你要吗？当然啦，当然啦。那你卖给人诶，50年后你敢讲失效你卖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但是不可能啊。问题是不可能嘛，干不是？但是就有人安尼讲呢。上个典型的人是啥物人？姚嘉文。姚嘉文就刚刚你甲咱修理呢，啊，即马讲竟然你讲啊，讲就今天和平条约太久了，已经失效了。哦，实在是足厉害，讲伊读法律的啦，啊，好个在伊是读中华民国的法律，唔是咱台湾的法律，唔是国际法，就今天和平条约搁较久，仍然有效。啊，所以这点呢，互咱讲伊大家知影。我想爱讲，因为有做一撮戆啊、甲狂啊，听到伊安尼讲，我那个有影呢，有迄个失效啊，就上一句甲你讲，伊是读台大法律系。台大法律系有哪什么物件？马英九嘛是台大法律系，两个拢差不多了。我想着吼，这点人我实在不知道要怎样形容才好啦。无猜伊安尼一个人安生个官路，对不对？他们白白，敢那足有学问嘞，啊，讲出来话敢笑死人。所以，对啦，当然是必定会听无够管，无唔对啦。但是我是爱讲是讲吼。这个法律的物件啊，大家要注意。咱台湾民政府即马开始呢，你也该4月28号，即马阿比搞啦吼，今天在3月2号，4月28号，什么日子啊？啊？哎，对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日，日子刚，那边伫《自由时报》的头版。要订咱的，伫《联合报》甲《中国时报》订的迄个广告，《中国时报》甲《联合报》订的迄个广告，你有看会举手？你毋是讲拢无看《中国时报》甲《联合报》吗？啊，拢即摆去举手，哈？哦，超工去买呀，吼、哦，啊，对啦，这个因为咱迄阵无订《自由时报》，因《自由时报》迄日刚好没有头版呐。伊无迄个头版的广告，所以无订。啊，即嘛《自由时报》，咱伫4月28号被订啦。这个订的这个报纸内底，我先甲各位讲内容，要创啥？想要来订4月28号，就今天和平条约的生效日。这个生效日，咱内底要甲订。请问，美国总统奥巴马，美国的国务卿克里。加 AIT 的理事长 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你们在干什么？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规定了这么清楚。第二条，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，就是管辖权。第四条，美国军事政府有权利分配和支配。日本的人民跟财产。第23条，台湾澎湖是属于美国军事政府的，美国军事政府是台湾澎湖的主要占领全国。然后问他 ，You must do it， 你必须做这件事情。这是要创啥？因为我们但求给美国，因为今年6月。甲八月，美军要全面进来台湾，伊都无反应能力的。都要用吐的咧吼，你怎么够差呢？你呐，拢用吐的，啊那无吐就无，所以人讲吼，你呐都爱差，才有汤啊好食，你嘛拢同款呐，我都爱用吐的，才有掌声。
所以，咱要订这个报纸，你也讲奇怪呢吼。啊，你台湾订报纸，啊，奥巴马眼看会到，会无？欸，你是凭啥物讲会啊？我知影理由啊，但你是凭啥物讲？我都想不起来。你讲会理由，敢举手我看？全世界194个国家，你订一个报纸，奥巴马你甲你看？哎，水。各位，主要是顶晚过来写一个 AIT 的处长博瑞光，依照美国政府的规定，那报纸有写到博瑞光、写到奥巴马的代志，这个博瑞光都要给呈报，安尼开较少钱啦。咱若伫美国开哦，嚯，顶一个半版哦，上少爱10万块美金啊！我顶过啊，我顶过两次呢。哎，讲订报纸，台湾民众有向恁大家募款无？那无会举手。啊，那有甲你募款的，请你举手。是奇怪的吼，台湾民众遮好个呢吼，各家拢不爱甲你募款。谁来不爱甲你募款？因为咱惊法律。所以4月28，咱要订这个报纸。主要是要让台湾人民看，让国语身躯边仔的这些台湾人推的推，戆的戆，爱会知影。你不相信？你即马顶落去吼，伊会甲你讲，就这咱和平条约，你顶起是要创啥？你台湾的这些人，所有的人，尤其是法律系的，从来没有念过就这咱和平条约，看有可能无？我的孙啊，伟成啊，台大法律系啊，已经3年啊呢。我甲问讲，伊还叫我阿姑啦。我你有读旧金和平条约无？无啊。啊，奈无读？我你有问恁校的教授无？教授讲迄个无效。看我夭寿无？伊就话不爱，让你台湾人读旧金和平条约。但是其实。唯一台湾这个国际地位的决定的条约底下，就这样和平条约，没有其他的啦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吼，好啦，您不爱看网络嘛，无要紧啦。您等于吼，迄支嘴啊，拜托诶，四界去人讲啦，就这样和平条约，就这样和平条约啦，一天上不爱讲咧3摆，好唔好？好诶，举手。我甲你讲哦，小心哦，你会巴肚疼，你若真正无讲，你会巴肚疼。好，一定会讲好，真好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决定台湾的国际地位，我们要做球给美国啦。美国6月、8月要入来，你唔相信？一挂台湾人吼，嘴也开开，出来讲哦，美国怎么侵略台湾？你唔能去咯？金辅通回来就是要做这个工课呢。金辅通，顶个月，你伫万一，人家问嘛。伊讲吼，袁建生的身体已经不好了。啊，记者去问王金平，用王诶，袁建生上面两天在无？国安局的秘书长。啊，问王金平，王金平、他的很好啊。啊，所以在立法委员郭家杰，你到底回来台湾做什么？伊家讲，伊讲我要接。国安局秘书长，因为我要帮马英九处理国安事件，6月的时候，哇，新闻砰就出来，那个新闻你敢看有无？那个台上，想那6月要发生的国安事件，伊即马就知，顶个月就知，美国已经改讲了。美国改讲的时阵，你唔通看呢？伊国安局的秘书长登来处理的时阵，你若无登来处理啊，遐个戆推的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国军会向美国开枪呢？你唔通叫是讲我咧讲开玩笑的话呢？我记得是有啦，唔是啦，还有一条迄个新闻底下有说6月份哈，伊讲6月份要接迄个国安呢。
诶，秘书长呢？五经节迹象已经显示出来了，所以中华民国要离开台湾，所以咱爱配合。我们怎么配合？我们的下半年度听好清楚哦，我们要举办全台湾三场大型的造势活动。好，您的拍手真好，是搞您来负责，我跟你讲哦。第一场在台北举行，第二场在台中举行，第三场在高雄举行。华人是，华人是依然招啦，依然招啦。啊，你福建啊，在台北啊，同款啦。我讲吼，台北这场是依然州、台北州、新竹州、福建，台中这场。台中州、台南州负责，高雄一场，高雄州加高沙族负责，每一场，咱要拼十万人，好唔？你认为，咱伫做些活动的时阵，你一个人会当叫一百个举手？好，五十个举手。五十个，一个人尔，两个人尔，安尼即摆哦，三个有一百五十个，会当叫二十个举手。恁是足花失望的呢，恁这四人，甲即摆甲交二十个朋友尔呢吼。他们有把握，安尼真安尼好啊，请伊食便当会使无？吃便当会较济人无？会无？会吼，好。便当自己出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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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没出钱都拢去了呢。好来，迄场、这三场啊，对咱来讲非常重要。咱这三场要讲两个目的：第一，做球和美国。我们要求美国军事政府派军在台湾八千名，来好冇？第二。咱要伫这场的回来咧宣布，中华民国的选举，中国人去投，台湾无选举，台湾人唔免投。你若中华民国的人，你去投，当然啦，这人讲咧较地吼，什么惊天动地，会向怕呢？啊，你别烦恼。因为甲咱咧办活动的时阵，七月、八月、九月的时阵啊，迄当阵的局势差不多啦。到那个时候啊，整个全台湾所弥漫的气氛都不赶快啦。迄当阵咱家的秀文啊，差不多排队啊啦。所以咱咧举行这三场的活动，正式的日期也甲恁宣布，所以恁爱密切注意。所以我甲各位拜托。您一定要每天去咱的网络上啊去看，去看内底上最新的消息。你别误准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会不会误准？会，绝对就误准了。你伫外口去用吐槽，讲迄无可能啦。啊，伫这边，敢若咱伫这个内底知影讲有可能。过来，咱即马转个电招，我看咱个人的心态拢不一样。无啥有人讲将这个所在当作你家己的厝。想要讲，你在台湾民政府的中央办公厅、中央大楼会馆呢？你已经伫遐受训，阁是高级班的呢？你是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之一呢？你回来应该是敢那是啊，主人同款啊，对不对？唔是咧，回来吼，拢伫等人给你服务。这个是心态上的问题，应该是啊，回来要主动给大家人服务才对啊，敢不是？其实你不能看我无讲话呢，我拢点点来看，看恁大家人伫做工课，到底是这个头壳有动过无？我们一执政以后，我们会宣布，我们要完全的西化，要跟西方国家赶快。
那好，这个中国的文化到今日要给你约束住啊，给绑掉呀，台湾永远没有办法站起来。你要看日本，明治维新，一位幕府的时阵，一个真落后，是不是？那当中跟清朝是差不多两年，安尼一天之间，他打败了苏联，打败了清朝。以明治维新，日本天皇到今日为止从来不穿和服，伊希望甲这款的程度，你看没？日本呢，当然人民继续维持也日本文化，那是没有问题。但是为中国所留下来，荷兰的一挂文化，我们要彻底根除。所以也许我们会有很多的做法，你多开始不习惯。例如我讲一个简单的，我伫咱这国策委员会内底，我有讲，我们要把红包文化、白包文化全部根除。什么叫白包文化？鳌拜一个人的生老病死，这个生老病死，这个死的代志，政府给你负担。一律火葬，甚至把你找所在给你。啊，如果这样的时候，要什么白包？那不是。各位，人死就死啊。现在你做的，都是你给活的人看。意义实在是不大了。那不是这样。现在呢，在社会上掠夺很多财富的人所做的梦啊，很大的，大到怕死人，当然也怕死人，他人就死了，敢不是？啊，没钱的人呢，没有葬身之地，这都不对的。红包文化，以后我们绝对没有农历年了，给你我们就鼓励大家卖过农历年，弄做过新历年。当时这个新历年来的呀，这个红包啊要取消掉。红包老到今天就变成啥？贿赂。结婚都要红包，阿弟啊，娶某生金孙啊，夭寿啊。你普通时红包要送送不入去啊，迄阵跩送红包上盖好啊。所以红包文化、白包文化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彻底把它根除。你生老病死，你政府给咱的老百姓要看病拢免钱的，要生囡仔嘛免钱的，人过身去嘛免钱的，政府给你处理。啊，你要红包白包做什么？你不能看红包白包，红包白包的问题就是什么问题？就是债务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一执政，这些事情都没改变，我们要完全的西化。你说啊，人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啊，结婚的时候敢没收红包？没收，收啥？收礼物，买一个五块的物件，还是说啊，你买什么物件？爱去买给你，当然你别人家讲我买一间厝，那是不对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、那个文化一定要彻底的改变过来了。你是讲张娘娘啦，张娘娘有一个东西喊我，到底我坐伊的车，伊在甲我问，啊，你有囡仔无？我有啊，奈无囡仔？但是呢，我没有很注重说一定是我自己的小孩，别人的小孩我也一样可以当作我自己的小孩。 DNA 有那么重要吗？你说哦，秘书长啊，你 DNA 真好，你头脑真好啊，你来生囡，我拍死你，哪知道我生的囡仔一定头脑真好，无定要求歹嘛，不一定的，敢不是？所以各位，我们的心态
要打开啦，真的要打开啦。所有的囡仔拢是咱的囡仔同款，社会若好，咱就好。这真正真重要的，所以咱民政府执政，我甲你保证，十八岁以上的男女，政府一定给你一间厝。当然，这有先决条件哦，你爸阿母啊无超过两间的才有哦。啊，你若两间的，你还遐多厝要创啥？死狗，我甲你讲，要睡厝给人吼，无人要甲你睡，而且你要睡厝给伊吼，伊甲你讲吼，我甲你住你的厝，你一个月要花偌济？你甲顾厝啊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，民众的执政一定要改变做安尼，我话你骗。啊，当然啊，你遐坐厝要创啥？啊，即摆唔是哦，好野人的厝足大间诶，吼、哦，地堡啊，地堡迄个迄有一个笑话啦，成龙志讲哦，台湾有总统选举，啊，刚民主投票已经逐渐演变为民主的主权、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。所以我甲讲，我今天骑了一部脚踏车，明天逐渐演变为地堡，安尼有可能无？赶快的道理嘛！你选总统啊，民主选举，安尼就逐渐演变，台湾逐渐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才笑死人的话，台湾人听落了，嚯、哦，好啊，讲得好啊，啊，很波壮的安尼下。台湾起来讲啊，这六十八年来。真正头脑拢已经去吼，即个中国人哦，甲恁洗脑洗到今日吼，实在讲足可怜的。所以呢，咱今日等下你来受训，想干啥？你要得到一个新的观念。我们将来一定要西化。今日讲让我写一本册，叫做《台湾战争史》第一册。这本册，我不是要互你好看的呢。哇！即摆我有两本啊，放喺客厅足好看，遮大本我拢有读。你即本你偌久要甲读完？三个月内底要读完的，请你举手。三个月读完，安尼念念，安尼念，好啊！两个月要读完的举手。一个月内底读完的举手。哦，拢无法度呢哦。我写的文言够有遐深？哈？够有遐深？一个礼拜读完，今天怎么样？哎，大家给他拍拍手。一个礼拜读完，我读完，我要给你请教来这些先，我想跟你讲。客气啊，客气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一定爱谈啦，我不跟你骗啦。台湾战争史你非念不可，新台湾论你先读出，搁再读这个战争史，这是分小本，一篇一篇一篇。都愈详细，你对整个的战争啊，跟台湾所经历的台湾的历史，会重新的一个定义。过来就是你对那边办三场，而这里也做造势，你认为要暗时办的较好的举手，还是要中道时较好，晚上较好的举手？啊，中道时较好举手，中道时好，谢谢，好。哦，礼拜四，拜六甲礼拜，啊，都爱甲你准备车举手，车子，你拢免车哦、喔，看地点啦、啊。你想要坐十万人的所在，够有讲清清菜菜哦、喔？阮倒是坐无十万人的啦，一定爱啥？体育场嘛，啊是啥物巨蛋迄类的嘛，敢毋是？爱租金都爱租金吗？啊，世界上无迄个免费的晚餐呢，还是午餐呢？当然爱租金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有租金，我们就付租金嘛。啊，我们没有办法付，咱就甲迄人请嘛。讲到免出钱，大家都拍手。啊，若爱出钱啊，大家拢不爱看我。我感觉哈，这是人性啦哈，人性本来人性就是这样啦，很可爱啦哈。但是我甲各位讲哈，我是讲为，我是希望恁哦，不要口是心非的哦。哦，爱台湾爱到要死，
啊，若有啥物啥物活动哦，拢嘛无钱。啊，若甲你讲，哎、欸，你只投资三十万哦，会当分3000万的，你卖无？我甲你讲，大概三十万马上拢提出来，你要相信无？啊，即马三十万吼、哦，都去用开价。大部分人就是一看看是这种错误的在内底啊，都在循环啊。啊，即马发生以后才讲啊，我那迄张怎讲？你本来就讲，不准是以前讲，你即马嘛讲。所以你呐读这台湾战争史，真的会增加你的智慧。为这台湾战争史、新台湾论，你会发现有真多过去，你哪拢唔知呀？你讲我都拢无读，唔是无读，是有当知道，但是你强迫你自己不知道，这是很糟糕的事情。咱这个今天下午郡守点招过来的政治局跟事务局要点招。政治局甲事务局点招的时阵，我会记得咱后边有几期吼，落尾无还袂阁增加新的人员，所以你我直接说来告建起来告一讲，你如果你自己认为你愿意，而且你同意自己愿意担任政治局或事务局的官员，刚被点招的时阵，你可以自己来挖进政治局甲事务局。要点赞的观念就是，我们要开始编排内阁，有中央内阁，有州内阁，郡守这个内阁啊，是今天下午还是郡务委员？咱即马上国级班以上诶，都可以自己参加我们的政治局或者事务局。而且政治局、事务局就是我们在为我们的内阁名单啊做准备，等到。政治局、事务局名单确定以后，过过来，咱就是要从黑熊部队的点招。咱即马有真侪现役的军人、现役的警察同仁，甲拢来参加我们的初级班跟高级班。当然，这些人有一些也是职业军人，即马职业军人上少上少伫咱。这个3000多人里面，已经差不多有20位左右。啊，现役的军人20位，啊，加我都跟您讲过，他们可以转到黑熊部队。黑熊部队事实上就是我们以后的警察部队，就是所谓的维安部队。中华民国不止没有募兵，不止没有，这个征兵。甚至于连募兵也都在降低了，已经把存归也，已经把也编制存在一般11万人，啊，这11万人，现在11万人，因为日本东西打败仗的时阵呢，美国给限制光你的自卫队只有能够有12万人，所以像中华民国，他们讲已经无部队啊，他已经没有部队了，你刚才看一点就知啊，他没有军阀。没有军阀就是没有部队嘛，你不要想，台湾人不要想呢，叫伊要个什么国军呢？那我挖挖个国军，无迄个军阀，那有国军没有了啦。建车所有物件拢无啊，阿帕奇直升机买30架，一架买偌济？2亿。啊，不，20亿啊，不是2亿哦，20亿哦，因为开600万嘛，594万嘛，伊就无得算4亿啦。喂，一只阿帕是20万呢，20亿呢，亿呢？我问你咧，你敢知影咱的迄个高速公路收费站拢取消掉，你有看无？迄拢有关系呢，迄拢有关系呢。阿帕奇。到予中华民国的时阵，予伊算5天，了后安那，未使使用。报纸咪写讲，下个礼拜就恢复了，屁啦！到现在没有恢复，没有错。美军几百，
隔两天就恢复了啦。伊袂当予中华民国摕阿帕奇直升机呢？今日摕摕，明仔再搁飞中国去，我甲你讲，还是在地资料摕予伊。所以美国绝对不会同意。所以中华民国算嘛一挂巧诶，伫电视节目来讲，很奇怪。我们中华民国买的飞弹都放在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上面，要用的时候才去申请，要用的时候才去，你听无呢吼？啊，舰警团，人甲你拍的时阵，你来讲，稍等，稍等，我来领我的飞弹。在节目来了，佫讲奇怪，中华民国买了很多很好的飞机 F-22，可是由美国人在驾驶，放在关岛。三架，这是安怎？我跟你讲，我一年多前，我伫这个所在就甲各位讲过，我们要求奥巴马不可以让中华民国在台湾继续征兵。迄当阵甲恁讲，恁敢要信？恁半信半疑啦，卖甲讲你拢信啦。虽然是安尼来讲，我应该讲的我拢有讲，我以前讲的话，有的是我都马上看到结论，但是你甲看，时间呐经过，有的两个月，有的三个月，有的半年，有的一年，我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一件一件的兑现，因为我先知嘛，在台湾人唔知嘛。六十八年的这款愚民政策啊，真的是非常有用。所以，咱所有台湾民进会这些成员呢，一定一定要切记，你要把你的思想打开，你要把你的心胸打开，我们共同为创造一个新的台湾，共同为我们的下一代来设想。为人民设想是咱台湾民政府的最主要的一个宗旨，好不好？所以为着不爱让各位袂记哩，为人民设想这五字，请大家人读三摆，做位来读。为人民设想，为人民设想，为。这句话一定要放在你的头壳里面。当你当了行政官员，你一定一切以人民或者是百姓替他想，他要怎样你就要怎样，不是为你自己设想。台湾现在很主席好业如好业，散的散得迷迷茫茫，这都是一个很可悲啊，很可怜的事情。你也看，迄一天，伫成大，孙中山的迄个铜像叫人家救来，有乌多的出来呛声，两个礼拜里面你要把它放回去，啊道歉，卖多你臭屁，两礼拜你也看卖啊，看会不会把它放上去。啊！那到底要不你是变嘛？这是台湾呢，本土台湾人那无权，好人讲话是啥物人才有权利？你不能叫伊讲恶毒，咱就足惊呢，卖来一套了。你们不要怕啦，一切我伫恁的头前，好唔好？好。这个今日的点招呢，我们会有六位讲师。来含各位讲话，咱即摆你检查的时阵，下晡会准守。后摆因为即摆开始三月八号飞往恁登来考准守，想三月八号要来考的举手。安尼尔，才无志气。安尼尔，搁一摆。三月八号要登来考准守的举手。好，手放下来。我跟你讲吼，莫讲太远啦。
要派你去，遐有一千万，要叫你去摕太原，你就去啊！我跟你讲，太原读册啦，爱登来考啊，登来考。我希望咱党个吼，爱登来考郡守，你取得资格对你无歹处啦。别人后摆想要摕这个郡守都没有办法嘞。咱有资格，你不爱摕，你趁这个时阵不爱摕。啊，不然我已经考四摆啊。啊，愈来我甲看伊考四摆有种个进步啊，头一摆二十几分啊。第二拜三十几啊，第三拜三四十几啊，第五拜六十几啊，六十五呢，七十分就及格啊，差五分尔，搁一拜就及格啊。啊，考两届加两分，考三届加四分，哦，啊，这个考四届加六分，安尼尔，上济加六分。你若考六十几分，你加六分啊，就去了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共同来打拼。共同来替民政府要努力的目标来打拼。咱今日一道要食饭吼，咱来食饭嘛已经怪啊，我们要惜事，就是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盘啊，菜拢该创好好，唔免讲咱讲个大鱼大肉啦，一个主菜，一个荤菜。啊，三样菜用刀叉，当然啦，这是咱才开始尔啦吼。啊，所以有诶代志吼，没有办法很完善啦，因为哦，那一碗饭咱该吃几碗呢？啊，我歹势讲食不完啦，啊，下世明仔啊，食到昨吼，吼肚子足撑诶呢。啊，恁即马要落来卡食饭啊？我甲各位讲吼，本土的菜拢爱全部吃光。安尼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你若歹吃光，会使。你刚开始，你饭吼都减予别人嘛，对不对？也不要讲一定拢全部吃完嘛。但是，好你的菜要全部吃完。咱本来上课吼，每一顿吼，我甲看吼，迄个厨余啊，三大桶。哎，怎呢？一工啊，哎，一桶四分之一不到，表示我们这个改革成功。我们要来西化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多谢各位下课。各位同心，等下十二点半爱到头前拍翕相，拍团体照。十二点四十啦，因为即马三十分钟叫我到食饭啦，哈，十二点四十吃饭，十二点四十啊。